你觉得现在的女生现实吗？女生在延边的话应该还行，延边女生不是那么现实啊，不是那么现实。你觉得他们不够现实是吧？对，延边女的我感觉不现实，挺好的。你觉得他们哪儿好啊？都好。都好。你觉得现在女生现实吗？不现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有对象。因为我现在有对象。然后跟我对象处的过程中，我感觉不现实。那你感觉别的女生现实吗？别的女生也不现实吧，因为我感觉我对象还是比较对我好，所以就我对象比较不现实的话，其他女生也就不现实吧。你觉得现在女生现实吗？有点吧。为什么？就反正看到好多视频都有很多拜金女。拜金女。就感觉有很多现实吧。你觉得现在的女生现实吗？现实。有的挺现实。你觉得现实？现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没有才华就追不到女生。现在的女生现实吗？对，挺现实的应该是。为什么呢？不是，你这有点尴尬。你觉得他们从哪方面？可能物质上。